所以今日嘅主題咧，希望讓同學咧能夠透過呢個機會去思想一下啦，即係國家嘅今天其實係無數人默默嘅付出，裏面不少都係無名嘅英雄。嗯，我覺得我最重要嘅好好讀書咯，係，然後就可以有能力嘅話就會回報祖國，回報社會。